怎么有一只蚊子啊？他们就说它越上越肥，因为你弄完，你会不小心它就开始。怎么有？一太高就十二公斤，对。他说这样到底是来几个？嗯。欢迎看那个上播。会游泳。怎么又跑走了？不要淹死就好了。哦，这只蚊子好大只哦。嗯，哇，终于发亮了。小心这个打到会痛啊。小乖，你去拿卫生纸擦鼻涕。这不要摸。这个大人才能摸。这个卫生纸。会痛。对啊，这打到超痛的。嗯。说阿伯要什么玩具？阿伯最近怎么没有买玩具了？买太多了，买已经买好几千块了。都有啊，台湾的也有，淘宝也有。因为台湾这一个啊，就台湾一个这种玩这光这轨道车一个卖599啊，我去淘宝才买28块人民币啊，就算再加100块运费，还是划来啊，一半的钱都不到。收棉被，哇，你看这个会亮耶，有个200-300块台币，它很容易破掉，也没有人。小葵，你来看它。要看材质。妈妈，我们也有可以看。小葵，你的头发怎么了？哇。飞到我这里了。哇。一个可以在变，一个都好帅，你看。哇。来，我再给它飞。给你飞，钻在这里，小乖就飞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小乖钻在头上就飞起来，对不对？